什么是捕树夹？就像拔萝卜一样，把树从地里拔了出来，一分钟一棵树，这到底是什么神器呢？只见这个工具牢牢地夹住一棵小树，经过铁链的拖出来，这棵小树就被从地里拔了出来，看起来就如同拔萝卜一样简单。不管是多么粗壮的树，只要套上这个捕树夹，用车拉动就可以拔掉。因为这些小树大多数都是用来种植的，所以不能像传统的砍树方式那样直接用锯子把它锯断，而且传统的砍树方式也会把根留在地底下，这样会影响种下一棵树，人们只能用挖掘机把树根挖出来。如果是在山上的话，那工作更麻烦了，所以人们就采用了这种拖拽的方式，牢牢地把树固定住，在夹子上面还有几根倒刺，这样就能够牢牢地把树抓住。在这上面也有弹簧装置，一旦夹住，除非用力拉开，不然的话它就会牢牢地拉住树身，而且人们越用力拖拽，夹子也会越来越牢固，这样的话一般十厘米直径的树都会被拖拽出来。在使用完成之后，只需要用手掰开两侧的手柄就能够松开夹子，使用方式非常方便，而且效率也非常高，对环境也没有污染，这种伐木方式还是非常不错的。